How about it, baby? Come on, come on up, my baby. Come on, baby, baby. Yeah, come on, Mr. Lady. Come on, Mr. Lady. Come on, Mr. Lady.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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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Ba ba ba. Hey, 我怎么看不到你们写的东西呢？你们在吗？这个要怎么做才能看到你们写的东西啊？这个，哎，可是如果我看不到你们写的东西，那我问你们也没用啊。哎，是这样吗？还是这样？我太久没有直播了。我知道这有人在，因为我看到这个数字一直往上，可是看不到你们写吧，应该在吧。 OK， 好啊，大家好啊，我只剪了就是里面，因为看起来太大了，所以我就剪了头发。对啊，对，这好像是我的第一次给大家看我的，就是我的新的录音室。可是现在好乱好乱啊，因为在准备一个表演，所以其实我就给你们看一下，可是你们不要跟其他人讲哦，不要跟他们讲多么乱，就跟他们说很干净。这其实很干净，就很乱，所以不算脏，对。给你们看，不要吓到。我去，就是这样，全部都是乐器啊。然后这边是我们，对，你看这里还有我的照片，对，所以好乱，太可惜，我看不到你们写的东西，我不知道。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得见我说的话啊，对，所以对，还有好像今天马上如果爱就要播出来了，这次是好像是第四期还是第三，我搞不清楚可是对。今天9点就会开始如果你们有空的话，你们一定要看哦。其实那个节目好多人就以为就是一个就是什么我爱你，你爱我这种节目，可是其实如果你有看的话，就会感觉到就是有改变很多。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就是跟那个导演见面的时候他们跟我介绍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好事情能帮助其他人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其实那个这个节目如果你们有看的话就是我跟陈都灵就我们两个像好朋友然后就是
全好全全，我们去了好多好多地方，比如说去了哪里？去了好多好多地方，我不记得了。对，可是去哪里，我们都要一定要就是帮助当地的人然后就其实，在那个节目中有遇到一些很神奇、很温暖、很好的，对我们非常好的人。比如说我们上一期，我们就学习了那个怎么一个叫我忘记怎么说，就是在那个路上他们会就是管那些车啊，管人。然后我从来其实对那一部分我从完全不了解，我以为就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可是其实。学完你会以后跟陈都灵就发现那个哇，那个真的很危险好像是叫加总哦 no，我忘记了，对不起，我最近很有点慢反正就是这个节目就我觉得你们看这个节目一定会就是学习。不只是哦，就是很好笑啊，很好玩啊，这样，不只是这样。我觉得你们可以学习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对，所以今天9点马上就要马上就要播出来。哦，对，还有我。我最近女儿国，我唱了那个电影的音乐，鸳鸯双，我用我的麦吧。鸳鸯双栖蝶双飞，你们有听吗？其实那首歌其实就在这里做的，对。这里做的，然后对，那个其实花了很多很多脑，你们有听吗？喜欢吗？女儿曲，对，说什么忘却富贵，把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上帝就，可以哦，还有，把你们放到我的小提琴背哦，还有这个，我现在在写那个，这个你们听得到吗？这是我小的。Girlfriend 那首歌，可是，你们听一下吧。你在哪里？我可以等待。你在哪里？会不会来？这就是中文版，很快就能听到。写了，可是歌词又忘了。哎呦，我忘记了。对，就是最近其实有很多很多新歌，然后你们，请你们再等一点点。我刚刚昨天刚装了很多声音在这个小钢琴，就很神奇。你听这个。Thank you.
to the bar is where I go. You and my friends said the bodies never did the guts and put it down. You might not see this bad, you see the port of the key, but that I'm not bad at the day. It's them and then, oh, but it's them and girl. All the stuff you did got me saying like, oh, wh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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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h, oh, I. Oh, I.最近有很多很多新的歌，马上就能听到了。OK， 好，那快要那个如果爱快要播出来，所以今天你们就要去看。然后今天啊，对不起，太可惜了，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弄这个，不知道怎么看到你们写的。哎，这个为什么有一个锁的一个？我的看不到，太可惜了。OK， 好，那下次再见哦，拜拜。